吵着了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政府占了我们家点地儿，给了6万块钱。还给这6万块钱呢，按正理应该高兴才是。你说这整的，你说心这个憋屈啊，不够分呢。跟谁分呢？啥跟谁分呢？你不答应出去了吗？借那些份呢？那人明天都来取钱来了，咋整啊？我借出多少份呢？搁哪儿呢？我给你算算，能剩不？你算吧。嗯。你外女儿，你答应1万。嗯。李五子买那个4轮车，你答应1万。嗯。阿大爷家盖房子，你答应1万。剩3万。村长家孩子考上大学了，你答应借1万。嗯。你连桥，我妹夫，他们家搭桥，你答应借3万。你这整不这整出机会来了呗？不都你吗？嘴大呀，答应人家呀，答应那么多干啥呀？咱自个儿自个儿啥样不知道吗？那就跟你妹夫说一声呗，整个桥来年再搭呗，那玩意儿的，还非得今年修啊？你明不明白呀？你寻思家门口搭那桥，今儿搭明儿搭都行呢？心脏搭桥，那是救命的钱，咋能不给你拿呢？再说这都乡里乡亲的，都处挺好的，亲戚里道的，你不给谁拿，谁能愿意呀？咱好不容易富一下子。你说俺俩用这点钱，门搁外边锁上了，都不敢出屋了。你说在这借的，咋整啊？咋整啊？你答应那么多，那你咋整啊？你想招呗？什么玩意儿？谁呀？啊？借钱呢？不知道啊，怎么咕咚一下子呢？哎，来贼了，那咋整啊？快点报警吧。啊，报警啊。别报警，我告诉你啊，让他进来，咱就进来让他偷，偷完再报警，派出所来破案来了，咱就说让小偷偷了，谁都别进了，行不行？那能行吗？让他偷啊。锤子呢？这没等偷呢，先丢一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家也太困难了，啥也没有啊！不行，我得换一家。别走，第二个抽匣有块表。谁呀？是不是有人？不对，是幻觉。第二个抽匣有块表，要是真有表，那就有人。一、二。那这是一，这是二，还真有块表吗？谁呀？完了，出来谁？谁呀？麻溜给我出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手可带家伙事来的，我不想伤着谁，对谁都不好啊！麻溜给我出来，出来！自己人。啊？
同行。同行啊！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这家把我吓的，我寻思这家有人给他等着我呢，我还以为家回来人了呢。哎妈，吓死我了！别害怕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头一次干这行，这规矩我懂。你们先来踩的点儿，你们先拿。别，你第一次偷是不？啊，贼不跑空，你要走的话，对你的职业绝对没啥好处。不是，大爷，给你，真够意思啊。那怎么，领老伴出来偷来了？不好意思。那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是，这万一来个人啥的，你奔窗户一跳出去，你老伴都容易挂窗户上。这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咱们合着干。我年轻，体力活我来，我把那柜给他破开。哎！你干啥呀？你偷归偷，别破坏呀！你不要偷东西吗？你别砸柜呀！就是柜你也拿不走，你砸坏它还得咋使了？偷的不文雅是吧？哎呦我去！哎呀，不愧是老前辈呀！没事，我有准备。哎呀，我那电钻呢？就我拿这给他钻开。你别的，你这老是破坏型的，你这正经开开柜就完了。你老钻人柜干啥呀？知道了，你整坏了我们就没法用了。你这孩子怎么的？你们还是连偷带住啊？实话实说得了，那什么，小偷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家。别闹，没闹，这你看照片都是，你看谁也别伤谁啊。对。哎呀，大爷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第一次干的事儿，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干了。那这个袜子，就送给我大娘。穿上的老性感了，肯定能征服你。你就让我撤吧。对，小偷同志，盼了你好久了，你终于来了，你不能这么白走，你必须得偷点。不是，那什么，我老伴说的对，多少偷点意思意思。我没事，咱们不会伤害你的，你偷吧。你瞅我俩这样也不带打人的样啊！咱谁也别伤谁，是吧？我怎么有点懵呢？看看啥好，你就选一选几样。你再不偷，我报警了！别，我偷。哎，别，我偷偷啊！偷吧，孩子。来电话了，来电话你就不接得了，你给摔坏了干啥玩意儿？是你给我们整坏了干啥玩意儿？白瞎了。哎呀，那个这个算一样，给的，你相中了是不？来，快点快点，来继续，你看还要拿啥？你就偷，就还偷啊？偷啊！你快点的，你走不了，你不偷。这你偷吧。大爷，我那个，你拿那破杯子干啥玩意儿？这，大爷，我求你了，我真没这么偷过呀。大爷也求你了，你来都来了，就对付偷点儿呗。大爷呀，我心理素质不好啊。那大爷心理素质好，你尽管偷吧，行吗？就是大爷，你别这么刺激我，我受不了啊！大爷，咱们就这么……哎，你起来，你跟他叫啥大爷？再说你这个小偷，我都没明白，你咋这么笨呢？就你当小偷，你都严重不合格，让你偷你就偷呗。也是你老埋怨他干啥？他瞅咱俩搁这儿，他能偷吗？你去帮他偷，快快！我说他不合格，你还不相信？快点的吧，别废话。我帮他偷。你快点的，咱干啥不知道吗？啊。柜里东西都拿出来，
来，小偷同志，来，你过来。不是，大爷，我。你我你哎呀！你这都拿啥玩意儿？你一点诚意没有呢？你整这破烂，你晚上给这干啥呀？这人能要吗？那得要啥呀？我给你买套新衣服呢，你放哪了？我还没穿呢。你穿啥呀？给他穿呗。他能穿上吗？快去买。你给他妈穿，快点的！这花2000多呢，这你心疼干啥呀？快！别磨叽，这心疼呀！不是，那你们这是干啥玩意儿啊？大爷呀、啊，好赖我这也算是一个技术工种啊！你能不能让我偷你有点尊严呐、啊？给你尊严了，你不偷，我们不帮你偷啥整？这我你这回好了，就这些好吗？你赶紧走，好不好？这我不能要，这个你打算咋的？这个2000多呢，你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？啊，值钱的，把这个人家用钱，快点的。啊，你吧就尽管放心。嗯，咱们这个人家吧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啊，就从老辈儿上到今天，咱们就没害过谁。你搁这安心的，你把东西拿走了，你指定放心。大爷大娘是绝对不会举报你，你知道吗？回去吧。哎，把这，你干啥玩意儿呢？干啥？你不说的你，这大爷，我没事，我不想嘛。你不想这里的你不行，他这是你这一个破鞋盒子，你说你偷他干啥呀？没用。这里的装的不是那。你不过了，你彪啊！这你不傻了你啊？他，你在这边还说话？拿回去！不是这玩意儿整走，你对人家小偷咋这没诚意呢？大爷，你拿！不是他整走，咱不就静心了吗？别理他，偷！这样啊，来，把这个我给你装上。大爷，你别你这么的孩子，你呀、啊，你出去你大摇大摆走，没人管你。完事呢，到家呢，你给我回个电话，你说你安全了，完我就行不行？你别整那破烂，别糊弄人，这个就行。把那表拿吧，啊，快走吧。大爷，我这就够判了是吧？你咋没明白呢？你放心，你看俺俩是坏人吗？咱们都是农村出来的，我看你这脸也是个农村人，不就遇着困难了吗？你呢，真正说让警察逮着了，我们俩给你出证明，我们就是说赠送给你的，你说行不行？我能信吗？我信，你呢？信。你看俺俩都信，那警察能信吗？你偏往警察那整啥玩意儿啊？整啥呀？你到底拿不拿？我这，大爷，我你别刺激我啊！你说你长那个脸，就跟小偷的脸型，真不配这脸型，你呢？大爷，你别刺激我、啊！不是，你都给他吓着了。吓着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，孩子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警察一旦把你抓着了，俺们就是说的就赠送的。你放心吧，你算个小偷吗？你说你这个小偷吧，咱说实话，磨磨唧唧的，就不带你别老小偷小偷的，干啥呀？啊！我是盗，不是偷。啥盗啊？哪个盗呢？偷盗的盗。那不还是偷吗？偷和盗两种概念，偷显得低俗，盗比较高雅。听说过江洋大盗？听说过江洋大偷吗？哎呀，你别埋怨了，我们这农没文化、就是、啊，没文化，看书啊。半夜睡不着觉看书啊，给呀！《盗墓三》头两部我看完了。哎，你这走错地方了呢！你干的是地下活，你咋撂地上来了呢？大爷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已经在你家周围盘旋半年了。
我用罗盘呢都测出来了，就在你家这屋地，就在这儿，这是东经，这是北纬，3.151492摄氏度，就在这下面有个墓啊，搁这有个墓，秦始皇墓。秦始皇是谁呀？不西安的吗？秦始皇不西安的吗？他挪坟了。谁挪的？他自己挪的。哎，嗯，我们家住这屋是坟呐。你还不知道呢？别跟别人说啊。那你是干啥的？考古学家？不相信呢？我有证。咔！你别吓我呢，老头，你好好看看。哎呀妈呀！干啥的？他是沈阳第二精神病院患者宋小宝。到。我有重大发现，在埃及金字塔里我发现了兵马俑，在马王堆里发现了木乃伊。院长你过来，现在这屋就有个墓，孙悟空墓。你别着急啊，我把那金箍棒给你倒出来。来，快把锤子递我，来，快点的，快点的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吗？哎呀妈呀，别着急，拿出来了，金箍棒腿走还大。刚擒住几个腰带，又抓住几个摸妖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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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头，老头，悟空，师傅，请你休要动怒。不要伤害良家妇女，师父，他们都是好人呐、啊。你要伤害他们，你的武力更高、啊哎，我们家就拉住阿金。哎呀妈呀，咋整啊？快点啊！哎呦，兄弟，打电话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是精神病医院的，这小子偷摸跑出来，我们来求他来了，还不上来？咋？哎，瞅啥呀？走吧。我哪走啊？都怨你。因为我说不让他偷，不让他偷，你非让他偷，要陪小子那精神病玩。哎呀妈，咱能降住你就不错了，赶紧上精神病院看看，咱也完了。